过去僧众所学习的阿赖耶里的确实有这些修学的一些资料啊，但是这一投胎一转世啊，二十年受很多染污啊，因为你有缘，你一定会到时候有善知识来帮助你，来提醒你啊，你又来再重新来去学习，学习也没到成就，寿命又到了啊，生生世世这个搞法，几世世都不能成就。如果对净土法门遇到了不相信，不肯接受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肯相信，肯发愿，肯放下一切法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本经积功累德品，这是第八品啊。经文上说，法藏比丘住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啊，这一章里头讲极乐世界的历史啊。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？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啊，等于说他在大世界里头办一所佛教大学。这个佛教大学是个一条龙的学校，等于说从佛教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啊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他有四徒，他有凡圣同居徒，凡圣同居徒下下品、中下品啊，这个下中品、下上品，他有九品，像是小学。方便有余土，好比是中学，好比是大学。那声闻缘觉是中学，菩萨佛是大学，就方便有余土九品里面。啊，再往上去呢，它是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，那是研究所。啊，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条龙的学校。啊，他在那边办学啊，得到十方诸佛赞叹了。啊，学生从哪里来？十方诸佛如来都把他们的弟子等于说是保送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我们怎么知道的？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吗？释迦佛也不给我们讲这些事情，不给我们介绍，我们哪里知道有极乐世界？啊，而且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修学不难。啊，基本的条件就三条啊，信愿行。啊，你真信，真愿意去，真肯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就行了，就这条件就行了。啊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那个世界最大的好处啊，这是古大德常讲的，弥陀净土第一德是什么呢？寿命长，无量寿，佛无量寿，每一个人都无量寿
啊，那么在他方世界，像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寿命很短，没学成功啊，寿命到了。来生再得人生继续学，至少要耽误20年。你就想想那个成就多困难啊！过去生中所学习的阿赖耶里的，确实，有这些修学的一些资料啊，但是这一投胎一转世啊，20年受很多染污啊，因为你有缘，你一定会到时候有善知识来帮助你，来提醒你，你又来再重新来去学习。那学习也没到成就，寿命又到了啊，生生世世这个搞法，几十世都不能成就啊。如果对净土法门遇到了不相信，不肯接受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肯相信，肯发愿，肯放下一切法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，真难信呐！那成就是真容易成就啊。难信易信啊，稳当啊，快速啊，保证你成就啊。这是讲阿弥陀佛建造这个道场，这个学校，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叫自信般若智慧。勇猛精进呢，他也有老师啊。老师晓得这个学生有抱负，有远见，心量很大啊，自在王如来啊。他也去参学啊，参学多少处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道场一个不漏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参学一样，所有宗教学派通通去学过，一个不漏。这是勇猛精进的，他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制庄严妙头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他取一切诸佛道场的长处，一切诸佛道场有缺陷，他通通能舍掉啊。所以建立一个极其完美的修学环境啊，不是偶然的。故知极乐一真清净庄严，借真实慧之所流现。这句话重要啊！极乐世界的正报，从整个世界正报是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是依报。
啊，一报是十方，两目阿弥陀佛的，啊，念佛到往生到那个地方去的，啊，那从我们往生去的人，我去了，到极乐世界了，我是珍宝，阿弥陀佛也是我的一报。啊，这一证的意思一定要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“主伴圆融”，啊，我是主，阿弥陀佛也是我的伴。啊，你是主，我跟阿弥陀佛也是你的伴。任何人都做主。任何人都是伴，主伴圆融啊！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如《往生论》所谓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一法具者清净具，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故知。妙土庄严即是清净法身，无二无别。往生论里面所说三种庄严啊，这三种庄严，第一个佛庄严，第二个菩萨庄严，第三个国土庄严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啊，往生论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是阿弥陀佛啊，菩萨下下品往生的啊，凡身同居处下下品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菩萨。他不是普通菩萨啊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个个皆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了，就在这一句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人呢？华严经上初住以上超过十法界，这超过十法界可不简单呐、啊！在我们这个世间修年修多少年呢、啊、论劫数算呢、啊？啊，怎么一往生就做了阿惟越智菩萨啊？这是很多菩萨不相信的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，他是真的啊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，凡是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，三种庄严呢入一法具啊，一法具是就是清净具，清净具是什么呢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故知妙土庄严呢，即是清净法身，无二无别了。啊，那证得清净法身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到极乐世界就都证得清净法身。啊，这一种。殊胜的利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没有讲过这个话，只有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这么说的。啊，讲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啊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